抬起天空去回头。九寨看水，光武看山，山水不全看不算道士穿。大家好，我是王德平，很高兴为大家推荐光武山。光武山位于中国西部四川省巴中市，是四川唯一拥有世界地质公园品牌的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。这里拥有绝美的自然景观，同时也拥有厚重的历史文化。迹象景观是自然景观的生态之美，光武山四季宜游，特色鲜明。村上杜鹃绽放在香炉山之巅的千年高山杜鹃，傲然而立，绝壁重生，点缀山中如同打翻了的调色盘，落笔成万紫千红的春色满园。夏腊清凉，置身于海拔1000米以上的光武山天然氧吧中，原始森林的水流汇集成溪，清可见底，可饮清泉甘露，坐听风过松涛，染一身清凉。秋品红叶，光武山特有的植物活化石巴山水清缸，每逢金秋便染红这680平方公里的广袤山河，编织出色比桃花艳，秋入春意浓的亚洲最长天然红地毯。东南雾凇，特定温湿度条件下形成的南国雾凇一枝独秀，把冬季的光武山装扮成一个姿态万千的南国冰雪世界。气象景观是自然景观的神秘之美，光武山处于南北气候交接带，常年云蒸雾绕，既有光在雾里穿，雾在山中缠的柔顺婉约，又有日照香炉生紫烟，遥看云海舞山间的大气磅礴。晨观旭日东升，西赏落日余晖，每一帧画面都堪比人间至美。入夜，不含一丝杂质的夜空，让宇宙星空最自然的模样映入眼帘。零污染的洁净生态，造就了每立方厘米空气负氧离子含量超3万个的绝佳森林康养旅游胜地。地质景观又是另一番奇妙景象，峰重山峦，秀丽多姿，峡谷山崖绝壁如画，奇峰石林原始洪荒，喀斯特林脊型峰重地貌堪称一绝，是大地之脊背，巨龙之身躯，雄伟壮丽，绵延不绝。走进悠悠山径，迎面开始穿越10000年时空，沧海桑田的岁月痕迹随处可见。光武山早在新石器时期就有先人居住，八师伐纣，萧何月下追韩信，诸葛亮厉兵秣马牧羊城等故事流传至今，巴山碑二歌、李沧古道等文化遗产珍入瑰宝，更留下了"君问归期未有期，巴山夜雨涨秋池"的千古绝句。进入新阶段，智勇坚定，排难创新，团结奋斗，不胜不休的大巴山红军精神，更是深深地镌刻在巴中儿女的骨子里，激励着大家为建设三四连第一枢纽而努力奋进。亲爱的朋友，诚挚欢迎您到巴中做客，十分期待和您一起感受云中喀斯特、仙境光武山独具一格的光雾印象。